走，我们老地方。走，团长，走。哟呵，这把整了个诺手吗？这把看没有 AD 伤害啊。 我也没想好什么玩意儿好打的船长，整个落手吧。杀出一条血肉。你慢点啊，你慢点。好嘞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哎，我先不说这，你假装害怕他。不一定能跟我打。再开一下他，对。对，再开一下，可以。 再扛一下，可以。我那个位置有个眼，有点假哈。我他妈也太卡了，我这有点卡。我那个位置好像有个眼的，看看。他插了个眼，好像。确定。谢谢蓝厉害的小如意金箍棒送的棒卡，谢谢。哎，我有点卡，怎么办啊？要不重进一下？ 但是小兵已经刷了，重进你要小兵刷了，我重进不合适啊。那就将就着吧，等一下死了再重新进一下吧。我的加速器估计出点问题了。不要犯任何错误。他一技怎么学了个桶着呢？<笑>估计刚刚有点慌吧，慌乱之下学了一个桶。 诺克萨斯，没想到突然朝你跑出个诺手。妈，学个桶的还跟我搁这玩儿？谢谢凑齐篓子蓝莲二叔的办卡，谢谢。给我送钱！我操，给我送钱！ 把打挖掘机的话，我抢一下，我多抓一下人吧，跟他对着刷。哎，我第一套技能没打好。 只能打挖掘机没打好，走吧，上哪回家？完事退个游戏。知道了。主要是艾克这个英雄前期也弱。我自有安排。啊？那你还是别加速了，我操！你这给我越加越卡，你这加什么玩意儿呢？ 这波上路你要小心点，我退了还不行吗？什么？西瓜？这波上路要小心一点，那个打野可能在。我查个眼。他没闪的，这个打野。凌驾一切的战力。这波我也能来，这个线我很好抓，只要他露头。 那我蹲他一下吧。你慢慢吃线啊，我不吃你的经验，我在这里等。没事没事，我拍眼，我拍完眼再假装走。不想抓中，中路不好抓。这不我来个究极大乱后，等我一下。可以。 可以直接散了，直接散，直接散。我在他前面，没事，他只能往你那边走。他应该是必死了，没事。我操，你这么狠的吗？你直接闪现了吗？啊，我直接闪现了，那我肯定，哎呀，我，好死。
好狠的蓝呀！这我肯定是不能让他走了。此战不休。内圈刮也就打点伤害，兄弟们，他不能外圈刮，外圈刮的外不合适，就内圈刮得了，内圈就内圈，无所谓。杀出一条，他也闪了，是不是？那这波我尝试一波单杀。行，他没闪了。我一个皮牌尝试一波单杀。扫把。这他奶奶的没剩六场，不要犯任何错误，有点菜呀这把。哎呀兄弟们，真的有点菜，这把这落手啊还是得去进修一下，感觉。诺克萨斯即将崛起。哟哈，这线你都不吃啊，兄弟！你有点东西啊，这种线你都不吃。没事，走得了。我自有安排。妈的，你这样的话我要弄针对你了。关键是这船长也不咋会玩，这船长也就是个黄金，那这船长关键是这船长也不咋会玩。哎，这些人这波说实话他技能没放好呀。这把他们家有个终极大混子，没事儿，就这上单。他一中了之后，他应该接个 Q 的，这样的话他就闪现不出来了。得了我，妈野怪又没了，我得发育一下。从不后撤。他们将偷与我为敌。这把这挖掘机水平怎么样？目前没看出来什么水平。我的目标没什么东西，目前没看出来。啊，目前没看出来有什么东西。啊，那就没事了。更多火药。我去打个红。我将死战不休。他现在应该在打他的蓝 buff， 应该打完了都。在我手里吧。我这波这一把我是搬下路的，针对下路，所以你们中上要特别小心。不用小心。你就针对吧，我不用小心。我这视野老好了，我这整个整半张地图都给我开开了。保持警惕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这波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哦，二十二滴血没死。可以啊。啊。你这他那个东西没有伤害，其实无所谓，就嘲讽一下那个。来了啊！这把分已经加了，这波打完。哦，行。这波我蹲的好呀，这波一打完，这分直接加了。
谢谢臭棋篓子蓝莲花送的半卡，谢谢。哎，你别送呀，哥，这个中单，快点死了。这都没死啊？那我这吃麻了，我这不是。那船长嘛，44个刀，我操！你看看对面 ADC 也是一样的。 我被拉掉，我没想让他吃兵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让他吃那个小暴折。我自有安排。我要控个先锋，这不控个先锋，下路不能打。我操，他们把人勾过去了。 哇！千万别死呀！还敢打呗？这挖掘机。这波线你可以慢一点推进去，等我打完先锋，我可以过来越他。行。你可以注意看我的先锋，我大概有30秒打完。那也太慢了。30秒打完走到上路。 用不上30秒，我觉得是28.571秒。小四姐，我来了，兄弟，慢点。OK OK， 我到了，他有眼，他知道我来了，就站吧，拉过来吧。我你个屁！小心点，右边有个挖掘机啊，他应该。挖掘机刚死了，没事。我知道，他复活，你看。 来，我看看，这不小问题，杀他！我减速，你敢劈？外圈瓜，我操！漂亮，兄弟！你说我这波意思怎么样，兰兰？意思可以，意思可以。你看看，你还说挖掘机在家里，该给你杀了。我就是考验一下你。哦，我看看你的意思怎么样。来，我这话如果是别人说，我绝对不相信。这话要是你说，我信了，好吧？可以。 这个位置再杀他一波吧，来来来，我没有多少血呀。我知道，杀是可以杀。来来来来来，等一下过去。我，哎哎哎！我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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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他妈闪现 W 一下砸我操！打没了。 怎么你怎么 W 反御塔呀？没办法，被同化了。满天飞雨。我操！这拉不动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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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办法，玩诺手的英雄就被同化了。这波送了一大波呀！ 哎呀，我要放先锋了，我靠！我得放先锋了，时间了。一切都是节目效果，兄弟们，一切的一切。保持警惕。你别看我啊，刚才的操作这么的拉胯，我依旧压着这个船长。 差44多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这就是基本功。虽然我玩的，我操，可以，有瑕疵，但是呢，我就是想给大家营造这种有一点瑕疵的这种感觉。要不然认认真真的玩吧，确实没意思。这直播谁乐意看认真玩？你说，是不是？ 说的对，认真玩没意思。大陆是谁呀？船长才8级，你说说。算了吧，我这波不是很敢打，算了。如果他敢过来，那么他已经死了。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拿个25也不错。回家吧。谢谢臭鸡老子男孩送了一张办卡，谢谢。没有什么什么战斗让我打一下的呀，打一架呀，我这是手痒难耐呀，我这我渴望打架。等会我带你去打架吧。行，给我找点架子，让我劈两个人。林家一切都顺利。你小心点啊，别劈到了呱呱。这不能。在你旁边我都有点害怕，你队友逼不着，我差点死了大陆那一波。从不后撤，来吧，我带你，我来上路了，你跳跳吧。团长在草丛里头呢，拉出来呀，拉出来打他，指定得炸我。没人，他没人，开吧，挖掘机来了，你往后走一点，我在你后面。换个十块，二十四。哦，这波他要死了。我疾跑一开，要回来吧你！我一个屁！我将死战不休。感觉你劈，你这个劈下来的伤害还没有你的声音还高，兄弟。来来来，打架打架，回，可以啊，来来来，继续，没拉到兄弟，对吧，赶紧回转走了，走走，保持警惕，你要回家吗兰兰？我回家玩假了，对，我装备不错，那我就打先锋吧，算了，先吃个河蟹吧。不应该呀，瓜，以这把船长的这个、啊、这个水平来讲的话，我觉得你现在应该14-2。我助攻拿的很多呀。啊，对你这么多助攻呢，这都让谁给抢了？这都让 ADC 给抢走了，这都。ADC 我不知道是这个诺克萨斯还是这个逆鱼，那肯定不是诺克萨斯，诺克萨斯这都是单杀的，诺克萨斯这个 PPP 的在我面前 P 了好多回了。每次我要拿头的时候他一 P 下来我头就没了，没办法，诺克萨斯得要点人头啊。没事，我无所谓，要不然我的大招就没用了。我打野我只要等级，我只在乎等级，这个版本等级高才是王道，因为这个版本它成长值加了很高，我绝不姑息，成长生命、魔抗、护甲什么的，我打这么多经验，加了，来吧，终于过了，这边这人都哪去了？我都不敢推。没事，我来了。弟弟，你什么意思？弟弟，我去！放你一马，弟弟。你怎么闪现都没了，兄弟？他也闪了。酒桶点攻速吗？点攻速的。他闪了。你想看我几个桶谁？你告诉我，对面五个人。你几个桶呢？我们家呢？那艾克。对面的，挑一个对面的。那你几个卡特？好，看着啊。来吧，跟我一起来中路吧，我放先锋了。我的目标很明确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卡特的位置。有没有机会啊？不是很好的机会。算了，我搞你的弟弟吧。
能搞不？哎，得了吧，这直接，哎呀，这直接打完就完事儿了。直接秒人吧，算了，秒了得了，不墨迹了。秒了得了，直接把他们三个杀了，没啥机会是吧？这船长什么分段？连兵都不会补啊！还他妈设置？咱也不知道设置个啥，你说？